Ginulat ng Chinese Taipei Team B ang Gilas Women. Umulan ng tres sa simula ng 43rd William Jones Cup 2024. Nasayang ang pag-takeover ni Naomi Panganiban na nakapagtala ng 16 points. Heto't panoorin natin ang buong highlights ng game. Coming the last goal. Number 8. 在 109 全年度社代表世新大学出战，篮下放进两分，也是帮助世新1.9火锅，非常全能的一个数据。没错，而且也是菲律宾国家队阵中呢，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。是，相信你对台湾不会太陌生，又是一次切进，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他们，你需要控制一下犯规次数。 有一拍的放挡，选择硬扛进来，绕到左边放进两分。对，经过了，对，这应该是十拿九稳的这种快攻球。哇，回过头来，陈玉杰赔上了。哇，这一次的防守最后一拍下，然后米的罚球。海外的这个有点像真才的一个机构，他们会特别的在美。菲律宾的快攻机会，小拉一杆之后。 吉丹尼尔在篮底下，哇，一个人想，卢娜再给到 Naomi 中距离尝试，有，好球，而且篮底下，这个挡也挡得很扎实啊。对，可以看到，虽然才18岁的年纪，可是呢，这个 Naomi 亚洲杯还有亚运我们中华队的队长，哇，马上有2到3名的球员过回来呢，一起拖车跟进，这球小。 大脚转移，篮底下空位，好球！积极的要位，再给出来黄凡山三分线外围出手命中，和快攻给进来之后，再一次的传球，对，这也是再一次的超截，前场又是一次无人防守的快攻机会，刘娜射进的出手，篮板球拨打出来，黄凡山抓下来，发生失误，进攻时间还有7秒钟。 哇，这球可以说是在最后压秒的时间内，阿弗罗本加罚有，也是有意要磨练这些新秀，所以其实并没有让。大脚转移，林玉书再一次的机会，这球有提升。没错，今年2024赛季平均是可以攻下，哎，他这一球，哇，林玉在2024赛季平均是5.9分，5.4个篮板。 王庆宇的超截，再一个给球，好球！这几波在限制级，但你有都做得还蛮不错的。终于投进了，反正大多数是这些学妹的球员，自投自抢，这球，最后一集，菲律宾可能只能给一个高吊球了，给进来发生失误，哦，给过来之后弹34比28。 6分的差距，陈玉杰，然后还是一直非常的积极的在培育他们下一代的这些新秀球员。哇，这个压哨三分球，紧张了。大转身之后吹的是黄品珍的犯，但目前是攻下8分。提罚有，那他有提到他非常的有天分，也有条件。黄品珍。 catch and shoot 三分球有了，重要的传承哦，就是这些非常有经验的学姐能够呢手把手出去。王靖婷的火锅，再一个 extra pass 好球！哇，这个给球很漂亮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 catch and shoot 现在呢球没进的话，就是采取一个盯人。哇哟！这个 Naomi 的这个打法真的是属于人来疯型的，不管面对的防守，3分多钟的时间可能要再注意一下犯规。呢也都不差，但就是相对的身材。给进去拖车跟进阶。Naomi 进来的球风真的是非常的稳健，对，非常的黏。只剩下2个球权，王靖婷再一次的出手，没办法出禁区的一个特性。 Naomi 中距离，第三节比赛时间剩下最后的3秒钟，出手中距离投短了。因为上半场其实我们发生的失误是比较多的，所以在有一次多打少的快攻机会，欧洲部才进来用左手进线外一大步想要回敬，篮板球拨打出来，再一颗进攻篮板。
三分线外两波的距离，哇！球员，这是他的第二颗，好球，点掉了。Afriel 用右手，好的传导，小心，没办法了，险些发生失误。再给到中距要做合理的攻击哦，所以整个的这个空档制造出来，让陈昱杰一些，但是黄品真的进攻篮板，对，再一次的机会，真的做得非常。少云声响，进攻了。对，这个 Naomi 以后呢，打小给出来，猴子印。他现在已经有点像是一肩扛起球队的进攻了。对，其实其他的队友也都非常大打小的机会，再给进来，侯子英这一球，最后的五秒钟，三分线外三大步的距离，没能够投进。绿地为什么会这场比赛做一个总结呢？对，真的士气来说一定是大增哦，因为透过呢短短的两周集训时间，在这场比赛。